好啦，如是我闻呢，今周又继续，咁啊仍然呢，我单人讲述。你唔好再问我呢，女王喺边度？因为我哋节目已经分开咗、分拆咗啦。佢呢系生同感受，我系如是我闻。咁如是我闻呢，今次仍然呢系讲一啲科学常识。咁啊，上次呢都讲过八卦之交。咪之间咧八个交往嘅故事，咁点解我要讲呢八个故事咧？因为咧好多人都讲八拜之交，八拜之交究竟乜嘢嘢咧，就未必有人咁清楚。咁但系我哋做编剧嘅咧，就对呢啲咁嘅故事咧，就非常咧珍惜嘅，因为咧而家嘅编剧咧对古往今来嘅历史啊。或者是演绎故事嘢都唔熟，咁唔熟咧就冇巧嘅，人物嘅性格咧，亦唔能够因此咧深刻，一定要睇多啲书，一定要睇多啲咧故事，尤其历史故事咧，更加咧俾我哋好多呢啲咁嘅知识。咁上次讲到八拜之交里边咧，第七拜，咁我哋呢、这个历史故事咧就系、是。管鲍之交，管呢就是管仲，鲍呢就是鲍叔牙呢两位历史人物。咁记载喺史记里面呢嘅管仲传里面。咁佢有一句说话呢非常之感人。佢话呢生我者父母，知我者鲍子。点解生我者父母咁冇得拣嘅？你系边个仔边个女咧？你自然就系佢嘅仔女噶啦。咁啊，但系朋友有得拣喎。朋友咧系人嘅生命里边咧好重要嘅一个伦理嘅关系。呢样嘢咧系唔能够缺乏嘅，而且咧系好多时候自己咧决定去选择一啲。咩朋友嚟到去结交？咁啊喺电影里边咧，无外中外古今咧，都非常之咧注重同埋涉及呢个咁样嘅伦理感情。呢伦理感情自然咧就得到咧大众啊或观众受众里边嘅欢迎，无论男女都好欢迎呢啲咁样嘅儿戏仔女，我哋叫儿戏仔女嘅情节嘅。咁八卦之交里面咧，呢、这个管鲍之交咧，相当之感人。啊，个故事咧发生喺公元前，即系耶稣出世之前嘅七世纪七百年前。咁后来咧成功咗咧，自然咧大家识到管仲呢、这个咧齐国里边一个贤相，啊，好治理国家好好，政治就。这个执行得相当之好，而国家呢因此呢会因而强盛起来。咁原来呢管仲同埋鲍叔牙呢两位好细个已经相识㗎。而且呢息息相升，非常之合契，而且呢係互相信任。咁以前呢呢两个老友呢曾经一对孖生兄弟咁样呢，就大家所谓揽住一齐上啦。揽住一齐上呢就做生意咯嗰时。咁鲍叔牙呢做生意呢就出得本少。但后来呢赚咗钱之后呢就分得利钱多。咁啲朋友周围呢自然就会有啲微言啦，嗱呢啲世界咧，自古到今都系咁样嘅。几千年前一样有啲咁嘅朋友咧，唯恐你两个友谊啊不能永固，中间咧一定要学啲是非，一定要少做啲小人，咁啊中间咧就讲对方嘅不是啦。咁啊啲人走去鲍叔牙讲：，喂，你老友对唔对你住啊？本就出得少。力又出得少，居然佢分嘅账呢
分得多喎。廖白叔啊，點講咧？白叔我話：你唔明啦，佢並不是係貪圖金錢嘅，佢咁樣做咧係我知道嘅，我容許嘅。事關咧，佢屋企負擔大啊，嗰頭家大，母親咧又年老，咁啊要供奉，兄弟或者姊妹都多，咁啊所以咧又要侍奉到個母親，咁啊開支大咧，我似乎願意分多啲利錢俾佢，而佢咧又夾少啲錢，呢係我情願。而且咧，我覺得咧，白叔牛話：管仲喺佢呢個人咧，你唔好睇佢後生，但係咧佢聰明才智咧在我之上。啊，我真係要去學習，不及佢嘅。啲嗰啲咁咧，嚟説是非者便是是非人嘅啲朋友咧，聽完之後咧冇聲出，啞曬。咁啊，如是者咧。兩個人咧就一路合作，咁多次嘅工作裏邊咧亦見到咧又得益亦有損失。喺損失裏邊咧，多數咧鬧叔牙願意承擔咗呢種損失。嗱呢啲咁嘅朋友咧喺香港咧或者近世咧，真係好難摷出嚟嘅。咁白叔牙咧，因為咧太過偏好偏幫嘅朋友咧，好多時咧就派佢頂王，咩做王？嗱，呢個世界咧倒轉咗個環境，而家咧通常咧就係孭鍋就揾朋友，自己咧就卸鍋咧就有自己，但係啱啱咧。鲍叔牙同埋管仲之交咧，真系咧，鲍叔牙经常咧要为管仲补镬同孭镬嘅，咁多次咧俾佢作官嘅时候咧做唔好咧，于是俾国君咧驱逐，鲍叔牙咧都认为佢咧佢真系有啲运滞啦，咁但是遇到好的政治的清明的时候呢，一个上司好的时候呢，他自然呢就是会飞黄腾达的。那么所以呢在管仲的说话里面讲呢，他说生我者父母，知我者呢鲍子啦。那么在呢兩位仁兄咧，喺當時嘅政治裏邊咧，各有一個自己嘅碼頭，各有自己嘅所屬。咁啊，當年咧有兩位公子啊，呢、这個故事咧喺齊國歷史裏邊咧，以前我哋有一讀嘅，而家我相信可能少啲認識。咁啊，等我講出嚟啦。阿管仲咧。佢喺齊國咧裏邊，佢係公子九，九正個九。咁白叔牙咧係公子小白嘅老師，分頭咧就服務於兩個公子，所以公子者咧就係諸侯王嘅仔女咧嘅仔咧，尤其係。的傳啦，咁當時咧，齊國國君就齊襄王啊，呢位老友咧非常之殘暴，而且咧唔理朝政，荒淫無道啊，搞到國家大亂，卒之咧就俾人謀反，搞到一個咧好曳嘅收場。被人诛杀咗，咁啊齐襄王死之后咧，这个诸侯王嘅王位咧就系、是、公子九同埋公子小白呢两位
继承人咧准备接收噶啦。咁但系当时咧呢、这个政治上亦唔会有所谓选举制度，冇所谓民主，边个恶咧，边个打得咧，就自然争咗位。咁于是公子九同埋公子小白咧就展开一场激烈嘅夺位斗争啦。佢两个夺位斗争咧唔紧要，但呢两个老友咧，阿管仲同鲍叔牙咧，就分别系呢两位公子嘅老师，应该各为其主咯，系咪啊？咁啊，在师嚟讲咧，大家虽然系老友，互相信任、互相尊重，但在公嚟讲咧。在斗争的场合里面就无所谓落场就无父子，更何况兄弟。咁啊，管仲呢就想帮公子九呢就杀咗公子小白，等佢个主公呢顺利咁登上去佢嗰个诸侯王嘅王位。咁喺暗算公子小白嘅时候咧，一箭射入去咧，啱啱射中好似系佢嗰个扣，当一声射唔死公子小白喎，但咧啲人影得到系管仲所为，小白咧更加咧要记住呢个差啲攞命嘅仇恨。咁最后呢公子小白攞到个诸侯王位啦。咁但呢这个管仲所侍奉嘅令佢嘅主公呢就逃亡咗去另一方。咁逃亡期间呢亦杀埋，俾人杀埋。咁管仲帮公子九呢，所以呢佢亦係成为阶下囚啦。斗赢咗之后呢，公子小白呢就成为咗新嘅齐国嘅诸侯王喎，视为齐桓公。咁当然呢要报答当日帮佢手，在斗争里面呢赢都返嚟呢个国师啦。呢、这个就係鲍叔牙啦。鲍叔牙呢知道係委任佢做一个丞相啊，或者係齐国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嘅官之后呢，居然拒绝喎。佢拒绝原因呢就係话我的才干并不是好啊，并不是能够当丞相的职责的。我的老友他给我那个能力办事能力更高。哪位啊，介绍出来啊。鲍叔牙大胆这样推荐。现在呢囚禁在鲁国，不是啩。小白即是齐桓公想想当年呢他曾经一箭射埋嚟想攞我命的、哦啊。而且呢他又是我对手公子九。啊对不住对不住，刚刚讲到自之处呢又再开始讲。我希望我哋嗰个技术员呢阿肥仔呢能够将佢慢行慢行，多谢多谢。咁上文讲到呢喺呢个斗争之后呢想封鲍叔牙为国师。但係呢鲍叔牙认为自己嘅能力系唔及佢老友管仲，於是推荐。但王嗰、那个齐桓公咧会咁谂，喂，曾经佢系用箭射我，
有殺人殺我的仇恨，會不會用一個這樣的人來到去做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丞相呢？雖然就是這個他老師伯叔牙的極力推薦，那伯叔牙呢亦陳之以厲害認為呢齊桓公呢應該呢重用他老友管仲的，而且呢動用了他的才干之後呢，齊國必成大國，在春秋時候呢可以成為霸王之一，完成他的霸業。鲍叔牙也看清楚呢管仲的人才，於是接納這個世界就沒有了。通常領袖呢不會重用一些自己的仇國的專才，可能曾經找箭射他的添。所以呢齊桓公他成為呢春秋時候呢的獨霸一方的霸主，他居然呢接受。而呢又很難得的呢就是鮑叔牙有一個榮華富貴的機會，他可以成為呢齊國國君呢，這個職位呢不得了，不止呢權力很大，而且呢賺的錢呢亦不會少，光宗耀祖的嘛，他居然推卸了，為國家不是為自己自私的私利，為公眾利益呢國家利益呢而推薦管仲給他老闆。有這樣的老闆，有這樣的夥計都不是最重要，最重要是不是推薦的人管仲是一個真的懂得事幹的幹事呢？而後來發現管仲果然治理得國家好好喎，好多計謀，而且呢精力充沛。咁齊桓公拜佢管仲為相之後呢，當然呢鮑叔牙亦唔會退隱呢，亦會喺朝廷當官呢，亦甘心呢做管仲嘅下屬。咁兩個兄弟拍硬檔呢，亦為齊桓公呢做出一番事業設出嚟。嗱，各位，呢、這個時候咧，我哋而家香港或者係現代嘅中國，甚至乎喺海外，呢種交情，呢一種咧尊重，呢一種咧不為自私自利，唔為自己嘅名譽，唔為自己嘅財產嚟作為優先的第一位的處理，我看呢真是少之又少。現在呢這樣說出來呢，這兩個故事的管仲和鮑叔牙之交呢，說愚鈍，說這樣做是蠢，你為什麼要介紹自己不撈？為什麼那個管仲會接受呢？可能是陰謀論來害你的。那個老闆齊桓公更加蠢，曾經射殺過你的。後來呢如果在身邊做宰相呢，可能散他位的、啊。但是三者都是鼎而尖耳的人。而這個管鮑之交呢，在歷史上呢就成為絕響。真係咧，變成咧一個 legend， 一個傳說，一個美好嘅傳說。但呢啲咁樣嘅朋友精神咧，好細個咧，我讀到呢個歷史嘅時候咧，
已经深深咧陷咗喺我心底，好受感动，亦使到我咧喺呢个烦嚣嘅世界里边咧得到一啲指示。到我工作嘅时候咧，我经常咧都记住呢个故事，希望咧我虽然冇管仲爆粟牙嘅能力，但系起码咧当我有权力有权势嘅时候，都希望咧做到依佢哋为一榜样，做到一啲少少嘅事干出嚟。好啦，拜拜之交咧，我哋今日会讲到另外一个第八拜。第八拜之交咧，就系亦系咧汉朝